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台联之声的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台联党党主席老一点哈。好，来今天开讲的题目跟前几天这个新闻有关系哈。咱讲两项啦哈，一项大家较无注意的就是这个郭宽面先生呢，办一个祭献哈，正名祭献的座谈会哈。这其实那徛伫台联的角度看，这这么好啊这。台人咧讲啊，超生也讲二十档啊，啊，即马再佫提出来讲，啊，讲个目的啥物？请赖清德出面，讲吼，赖清德讲啊，这现啦，这个新现咯。你靠呀，你伫遐做行政院长、做年外拢无去讲着这，啊，啥物香港落台啊、落任啊，佮你讲这啊，嗯，啊，其实看会出来，这个会就是要推杀，吼、哦，郭宽面安尼吼，对蔡英文真有意见啊，所以要推杀这个赖清德，吼、哦。有诶，讲是要推什么蔡赖配，这我是感觉这有淡薄仔奇怪吼，这局是歹算诶，在你蔡赖配吼，而且副总统伫咱诶县落来，这根本就无什么功能吼，根本就是啊，连残废都不是吼，根本就无声音，下狗啊跟臭鱼人诶吼，就算这个副总统要啊，讲啊错，算这个总统要创啥小东西安尼吼。好，这个咱稍等，咱后三段再来讲。啊，我头前三段先要来讲一个这两天新闻哈，放真大，伫这个拜二的时阵哈，拜二这个二二哈，演艺工会呢，吼、哦，我一个，敢那座谈会啊，什么是食饭啦哈，一个老查某，六十几岁老查某，看到这个文化部长郑丽君啊。伫现场安尼吼，怎惊外球去，啪一个嘴巴甲塞落，这巴一下吼，这个郑丽君，巴真大个吼，郑丽君怎硬去吼，毋是回着尔，做真正巴落吼，怎规个目睭怎天大哩惊一下吼，今仔有惊着安尼吼，就巴在讲这个老查某呢吼，这个、老阿婆啊，这个吼，讲伊外省个吼。我是为着吼，你要去讲话，恁爸吼，买恁祖嘛，吼、哦，真袂爽咧，啊，再扒一下吼，要去讲话，伊真袂爽，就去扒文化部长咧吼。啊，但事后这当刚好迄个演艺工会理事长慷慨啦吼，一寡拢谴责啦吼，袂使用暴力啊，你看，你政治想法无同款吼，啊，而且台湾即马有去年讲移除蒋介石铜像。你早都咧移啊，吼！啊，你讲蒋介石伫人民心目中无搁再受尊敬，你这嘛，这落毋是即马才安尼啊？心内无尊敬，那差不多自迄阵党外出来，就开始有人咧交愈侪人知，吼、哦！啊，你硬要猜，但要叫这看到杜兰的人，这讲个又个白，你嘛好啊，吼、哦！其实移除这是一个共识啊，即马但是这吼。哦因为这我无甲当作这是啥物，真正崇拜蒋，你啊崇拜蒋介石，讲真的这老阿婆啊吼，那崇拜蒋介石实在先爱带去断掉吼，先爱枪杀，那蒋介石会讲话来讲，啊你马上把你枪毙吼，先爱枪毙啦。迄蒋介石是反共，伊是对台湾人是反民主，压制民主，独裁专制，这是事实吼，这是伊过啦吼，但是。伊有哪有几分啊讲呢？伊讲了啥物？国民党的人有当下会提出来讲，蒋介石因为伊反共的意识足强的，尾啊美国人本来想要放弃蒋介石，怎啊要停中国啊？要承认北京？结果发觉讲我北京呢，哦，做迄个苏联的走狗啊，气啊个，要拍这个韩国哦，志愿军哦，啊尾啊怎啊韩战了怎啊美国怎啊哦改变想法啊？好啦，这个蒋介石的这个。国民党虽然贪污腐败作严重，但至少要用一来，要搁带六七十万兵啊，吼、哦，走来台湾，那就好啦。停，这个，吼、哦，这个蒋介石因为反共，食到强匪啊太大啊，这个惊，食到惊，吼、哦，所以反共意志足强的，吼、哦。刚才伊若讲蒋介石伊的功过啦，吼、哦，有过有功，哦，这一个人无可能一世人拢。全部拢是过吼，大概无这种人，伊会当做哈，可以闯那么大的过，伊一定是头前有累积一挂人对伊的崇拜偶像还是什么啊？还是讲伊落着权的，伊为着要进行个目的，吼、哦，伊嘛会感觉好一挂人，比如讲真简单嘛，蒋介石带一百万的外省啊来台湾，
你外省的心目中是公啊，救一命啊，无得无得走啊，无得填海啊呢。嗯，啊，过来，徛伫台湾人角度，啊，那讲实在啦，那迄个时间点，哦，敢那靠美国讲要保护台湾，有哪有一定的困难？当然，美国迄种有两个选择，规矩吼，阿强若要来迄种，美国直接统治台湾，吼、哦，安尼其实台湾今仔有可能真正就变成美国的第五十二州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但迄个时阵，拄啊阿无地容啦，蒋介石的这个战兵败将那边啦，后来这地怎啊，我、哦、本来是盟军托管地，啊怎啊，互你占用，吼，蒋介石啊占用美国怎啊，吼、哦，目睭开一蕊，开一蕊，互你来占用，吼、哦。占用怎啊？伊怎啊变怎啊大南家？吼，怎啊蒋介石政权怎啊衰来着？但是至少蒋介石伫台湾诶人诶心目中，既然美国是安尼安排，吼、哦，安尼蒋介石无至少嘛反共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你若讲伊诶股是九分八分，吼、哦，啊无你共毛一个一分两分，就是迄个反共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其实阮大连党吼，阮进行咧开会捌，即个陈茂雄教授捌有一个讲法，我感觉袂歹，伊讲，啊你无嘛免甲炸掉啦，嘛免甲毁掉迄个臭头庙吼，啊用遐大工程开遐侪钱去吼，啊是吼，你硬要甲用降掉啊，吼，你降掉外省啊才会堵咱吼，啊无降掉，即台湾人会堵咱是无变啊折中吼，你用一个台湾人有哪会当感觉怎个就伫这个方面有一定的作用，还是啥反共纪念馆吼？哎、欸，这袂歹吼，这。台湾人若讲硬要结功啊，对蒋介石有淡薄啊，这个功劳啊，就是反共啊，因为伊的反共，吼、哦、啊，对这个1949年甲一直甲因囝死，吼、哦，这四十当前台湾基本上用武力，吼、哦，配合美国的这个保护，啊，怎抵抗着这个共匪啊，这亲门打好你白嘛，吼、哦，算起来有功劳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这但是问题咧，你起码这出来讲要保护蒋介石，当上这是怎么拢清江的啊？这怎么拢个阿强啊，惊做后壁阿强啊，惊做是蒋介石要给你清杀的呀？吼、哦，啊是奇笑啊你，吼、哦，啊蒋介石要清杀的人，怎么要保护蒋介石当上啥？这头脑筋错乱吼。这但是坦白讲啦，徛伫这台湾这种人袂少呢，这外省啊吼，我古早呢吼，蒋介石的信徒，蒋介石世代有足侪人靠干呢吼。靠水靠王靠啊！但是啊、哦，你若真正这么尊敬蒋介石，你应该爱继续走伊的路线，对反共嘛？蒋介石一世人除了欺负台湾人、吼压制台湾人以外，另外一个，伊若讲会当让台湾人，你我感觉会算较肯定的，那就是反共啊！嗯，啊，结果你伊反共，真他妈在外省的都走去你亲共，你莫共去大腿，你竖中国脚尖头啊！哦，你来竖中国大烂！这是什么反共啊？这种的吼，讲实在，吼，哦，这讲伊人渣嘛，不必啊，迄老食个老吼，讲实在，令人看不起啦吼。但是这无对，有当时爱徛伫一个反者的角度吼，其实因经过这个吼半世纪外，较加台湾这个错乱的吼、哦、教育。错乱的时空，哦，啊，连伊要反共，啊，即马讲要清共，我连伊好，这个，哦，讲实在，这个，啊，啊，民主，讲实在，我讲到这爱讲几项啊，吼，这蔡英文家己原来负一寡责任，啊，哦，伊在咧讲面，我咧讲代志，未讲作骗呢，啊，啊，未讲伤过，吼，你有啥物人爱负啥物责任，其实有当遐想想嘛，足简单嘞，吼，上简单就是讲，你讲蔡英文。咱听到闽南语，佮在地无偌久以前，吼、哦，伫选举前啊，吼、哦，哦，选举前我，选举前选后，敢若拢有讲过，吼、哦，大概十月份、11月份呢，吼、哦，伊讲吼，啊，去讲话，你怎做者，你是台湾派团体啊，啊，媒体你讲，啊，去讲话，你著执政两年半啊，啊，你呾拢无做到，吼、哦，去讲话有做者，毋是敢若臭头庙啦，包括各县市拢有做者，迄个重要所在，路头路尾拢有迄个，怎解叫东乡？吼、哦，党商，讲实在，吼、哦，这伫过去这个对阿扁的执政，李登辉总统执政，甲阿扁的执政，慢慢啊，都因为民间的反应啊，都有的我徛出来，只大家做解难的，啊，有的所在迄个绿色的管区啊，才较济，吼、哦，学校内底学生囡仔，实在迄个嘛无什么意义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，啊，蒋介石死遐济，当佫采伫，有诶，蒋介石是1977年过身的嘛，到即摆你甲看，都已经嘛。
嘛得要三四十担、四五十担，佮菜起，有的是实际出来人，人慢慢啊就刷走，所以你敢那即马来去石门水库附近，有一个所在慈湖呀，吼、哦、吼、哦，有一个园区内底，佮我放两三百座迄、那个，对各地方贴落迄个当上拢采摘点咩，有无？这表示社会上都已经不大接受啊嘛，吼、哦。重点来啊！你出门做总统了，你立法院佫通过一个促转条例、转型正义，吼、哦！啊，促转条例来其中当然包括一项，就讲你对这个，吼、哦、不适当的偶像崇拜的爱提掉啊！我若无讲要叫你佮鞭尸啊，啊无要叫你佮摧毁啊，吼、哦！你佮刷刷刷提走安尼倒啊！啊，这其实早都你去讲话，你佫定一个法律啊，做促转条例，当面啊，这是安怎，吼、哦？去讲出迄句话讲吼，哎、欸，这个去讲话不是我说了算，靠腰哦，意思讲你若不爱去讲话，我无法度安尼啦哦，这是在总统讲安尼，莫怪在反动派哦，在头壳歹去的在吼，在做的吼，啊莫怪伊的干嘛振振有词啊？你看，总统都讲安尼，表示你无理嘛，有理的是我这边嘛。我的总统那讲去讲话不是我说了算，嗯，那不能谁说的，法律不算吗？啊、嗯，那就给人家等了。